看现在整体的效果是不是，又和刚刚开始佩戴的时候有点不一样，就头发的整体这个松的一个感觉。这个你们直接去买这个就 OK 了啊，就 淘宝上面什么李佳琦推荐啊，这一个直接买就可以了，好像是几十块钱上品，这个是刚发的，这个样子的，你们可以自己去买一下，可以来研究一下，这个其实也可以去扎一下，扎起来的话又有不一样的感觉，其实。 就是主要还是看自己的一个对于配搭方面的自我的一些了解吧，只要好看的整体的一个感觉的话，那肯定是都得要下一番功夫。还有什么大家想要去咨询的呀？ 没有的话，我就在这里待坐一下，待坐一下。拍一下这个头发。对啊，没拍过这个头发。可以，把外套脱了。把外套脱了，没有必要吧？对，脱一边。就脱一边就可以了，反正也不会露很多。 不一样的感觉啊！嗯，其实这个美妆版它是比较甜美系的，所以直发也还可以，它也是挺适合的。是啊，大家还是觉得可以，可以去用不同的这个发型来去自己去配搭一下。 这个眼睛是面具戴的还是化的妆？你是说我这眼皮吗？我首先第一个，这个是我真的自己的眼睛，然后的话，眼皮化妆，啊，用那个黑色的这个眼影先涂一层在外围，然后的话，再画一下这一个眼线，画一下黑的一个眼线，然后你配搭上去，做好胶水。 镜头上面是很好看的。这样的疑问是对产品的认可，啊？什么的疑问？哦哦，是对产品的认可。眼眶没有，和现其实是一样的。 眼眶这里的话不大，真的不大。那你看一下，这个是的那个高是有点大，但其实来说的话也不会很夸张。正常的是这样的，啊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真正来说的话，你除非你把它往上拉，往上拉，那肯定就大。 闭上眼睛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你们可能觉得大的话，镜头看不见。什么镜头看不见？
你看到这里，然后我这里下来一点，有点恐怖是吧？那我再笑一下，但始终来说的话，我自己下巴的一个问题还是可以。你真笑比较好看，你假笑没有那么好。其实这个烟熏的话也不是单独的黑，很就是单独的一个黑，一位黑的这样的一个烟熏，而是有一点点蓝蓝的一个感觉的。展示一下商品，这个是服装版来的，但是因为是底下有胸部，所以的话啊，这个也没有撑，就只能够这样子去拉扯一下。这个是给大家去看一下高阶版的一个整体的原身。因为底下这里的话还是有一个衣杯的这个胸部在底下，所以的话它会垂下去啊，这整体的一个延伸度还是很厉害的。怎么了？那我就不胆了。然后嘴巴这里的话，笑的感觉啊，终于到家了。我感觉你用力有猪嘴的。哦，对啊，对，先跳针就好了，好看的。对，刚刚展示的那个是服装的一个版本，就是普通妆容。今天晚上现在这一个是美妆版的嘟嘴收嘴。这样来说的话，我觉得还是露一个额头出来比较好一点，中分的话其实会没有那么好看，或者是说会偏可爱一点吧。你如果中分的话，今天有录播的呀，现在都是在录着的，所以不用担心会有录播。那个11:10了，那大家也不用那么快一下子，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支持。对，这是连松的球，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锁骨，把这个小连松插在一边，就放在这里吧。这是连松，放在这里。这样，然后还有锁骨的位置，就这样的一个。漂了没有？漂了你一眼。好啦，如果大家今天晚上 不跟我聊天，那我就下播了。我下播吃宵夜咯，拜拜咯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晚安 good night。 但还是有很多人进入直播间，没事，因为我平时12:才下播，他们以为现在正式要开始抽奖是吧？对，我感觉可能是。心里面就说，怎么不是抽完了？抽完了，已经抽完了。今天我自己就是胃不太好，今天所以我提早下播。对，感谢。提早下播，因为提早开始了。提早开始了，也8:30，平常都是9:30，所以现在还是下播吧。好了，拜拜，感谢大家。Good, good, good, nigh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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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ght.
拜拜。